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是我们跟健康人权健康行动人权协会啊一起共同合作。然后今天刚好是在今年的最后一场，所以我们请到孙永炎，也就是健康人权行动人权协会的理事长，也是劳政的秘书长，然后孙永炎来跟我们分享。然后另外请到另外一位是梁立方哈、哦，就是立方，他是是阳明大学的卫生福利所啊、哦、的老师，那来跟我们谈一下关于健康人权的一些相关问题，关于贫穷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台湾的那个经济发展之后在发展里面，其实我们每次看到很数字 GDP 的成长，或者是看到很光鲜亮丽里面，我们总是有一群人。实际上是在社会的照顾体系之外，那也是因为这个贫穷的问题会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其实看不到，他们都在社会的一个比较阴暗的角落里面，甚至我们也不习惯去报道他们。那我们如果今天来谈论这个贫穷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把贫穷归咎于个人的不努力，或者是个人没有办法不够向上，然后不然就是它是一种社会的卤蛇、哦，那没有考虑到背后里面可能是结构跟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一种结构性的贫穷。那今天我们请到友联跟立方，最主要就在讨论说背后在这个现象背后其实有个结构性我们要改变的。那我们也看到说2016大概台湾会有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呢，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些我们在过去这几年的反省里面呢转换成制度上的改革，然后消弭这些贫穷的问题以及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啊。那所以我们非常开心，就是请到这两位来跟我们做这次的语谈，谈论这个题目。好，然后我们就热烈掌声先欢迎立方啊。大家好，我是立方。刚在开场前，我才跟友联说，就是有点紧张，因为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子的。就是在这种这么多元或不同组成的这种场合里面，就是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其实面对友联会觉得蛮心虚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实务工作者从他们，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好像还是一样的，是不是？还是有比较好。有比较好，就是我觉得实务工作者他们其实从他们的日常工作经验里面找出来的知识，就是最具洞察力这样子。那可是因为我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个研究者，是个学术工作者，然后兼职身份是妈妈。我今天也想带我的小孩来，刚我要来之前，他还跟我讲说：“妈妈，为什么按摩猫还要去工作？”他就觉得按摩猫应该不用工作这样子，所以等一下。一般我可能要先插一下话，我们这里呢是欢迎有小朋友来，那没关系，吵也没关系，那这是他的人权啊，所以我们有收小朋友，以前很多小朋友在这跑来跑去，那他也没什么，我们就讨论我们的啦，因为我没什么太严肃，所以你真的可以带小孩子来。哦，那我们还有志工可以帮你们到照顾小孩子，等一下马上打电话给小孩送来。不过其实他后来没有来的，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偶尔我也需要喘息服务一下，因为这个像是我的喘息服务这样子。然后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比较像是我研究的观察心得。然后刚刚有些人说，因为折五其实是一系列，就是这个健康人权行动协会在折五其实是一系列的活动嘛。那刚刚有很多人都说，其实是想要了解就是贫穷的制度面啊，或是结构面的问题，有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因为这个你可能应该早点来听夏伟老师跟刘少华老师那一场这样子。然后今天我要讲的贫穷也有点不太一样，比较不是我们所定义的经济安全的贫穷。我今天要讲的其实是一种就是能力被剥夺的贫穷状态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它还是跟经济安全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只是我今天会比较把它放在就是那个能力被剥夺的贫穷状态这样子。这其实也是想跟，就是等一下有机会跟大家讨论的地方。就像刚刚跟大家讲的，这其实是我
做研究的初步观察跟心得这样子。所以那个我的研究观察跟心得告诉我说，我觉得照顾可谓就是照顾应该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那什么是照顾呢？大家觉得什么是照顾？好像是很难回答问题。不过我今天要讲的其实不是那个直接健康的身体照顾，我今天要讲的其实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所以其实是一种比较广义的照顾这样子。那这个其实是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今天要分享的其实是连接我自己的两个研究，就是我从博士论文开始，然后到回来台湾教书这几年。我的研究是环绕在就是外籍看护工跟原住民部落这样子。那如果解释为什么台湾会有外籍看护工，我们如果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比如说我们就会说，哎，那是不是台湾有照顾危机？我们缺乏照顾劳动力，所以我们会需要有外籍看护工，就是来解决这样的照顾危机。那可是当我们在谈照顾危机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很特定的家庭女性劳动力的短缺，就是因为性别体制的关系，原本在家中需要承担照顾工作的女人，当她们就是需要外出工作的时候，然后家中就有人来承担那个无酬的照顾嘛，所以我们需要有外籍看护工。那我也广告一下好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张照片里面其实有很有趣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在张东平里面看到什么，你们看到谁？他其实主要有两组人，对不对？那他们是谁和谁？你们可以猜得出来吗？就是在背后的是外籍居家看护嘛，在前面的其实是他们的照顾服务接受者，就是所谓的被照顾者。然后这张照片是几年前我拍在。就是每两年一次的移工大游行，那年主题是我要休假。那你们觉得很讽刺，就是主题都已经是我要休假了，然后他还要带着就是照顾服务接受者出门工作，不觉得很讽刺吗？然后我刚刚刷广告，其实是这礼拜天就是又有那个移工盟的游行，那今年的主题是照顾正义。不过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是，我觉得谈照顾正义很重要，可是我今天更想要谈的是照顾作为一种伦理的关系，然后它如何帮助我们建立人和人彼此的关系，然后如何作为就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如何让我们免于能力被剥夺的贫穷，如何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去追求所谓经济安全上面的发展。好，那这个是我现在正在做的研究，大家要不要猜猜这是什么？很难猜。我给很多不同人看过，有的人告诉我他们在做家庭代工吗？就是现在可能在座很多人已经不太知道家庭代工是什么这样子。然后有人跟我说，哎，这是在日间照顾机构吗？或是在养老中心吗？那其实不管是日间照顾机构或者是养老中心，都反映出我们对照顾的想象是什么嘛？我们就觉得好像一定要是社区式的或者是机构式的这样子。不过这个是我在跟泰雅族部落拍的，这个是他们的长老教会提供一个公共的空间，就是让这些老人家就是在上午的时候可以到教会去这样子。那他们试着就是也在那边提供照顾服务，不过这边的照顾服务是很多元的啦，所以他们有些时候会上课，比方说大家在上面看到的，他们其实在就是上泰雅族的编织，就是传统的编织。那在这边就是编织不仅作为一种照顾的活动，作为一种照顾的课程，它也作为一种就是让长者可以和历史、可以和文化、可以和记忆就是连接的管道这样子。那这其实也帮助我们去想象，那什么可以是照顾，那照顾可以有哪些的功能这样子。 OK， 好，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谈发展是什么。
你们觉得发展是什么？一想到发展，往往我们都想到经济发展嘛，所以我们就会想到 GDP。然后每年年底的时候，政府就要公布，那我们下一年的就是那个预期的经济成长率是什么，对不对？那这其实是我们想象的发展，其实是很狭义的，就是是很局限在经济发展的。那通常我们用这样子的线性思考，把一个社会就是区分成比较落后的或是比较进步的。可是当我们在谈比较落后或比较进步的时候，其实都是从经济发展的指标来的这样子。那今天的分享其实我就是想要挑战这样的概念。我觉得发展当然就是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我觉得其实还有其他更重要的面向是我们谈发展的时候应该要谈的。那我今天想要介绍一个，他是诺贝尔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叫做 Amartya Sen， 他是个印度的经济学家。那他提出能力这个概念，来重新让我们想象什么是贫穷，那什么是发展。所以如果根据他的概念的话，就是能力的意思是个人可以选择他所希望或是所价值的生活的方式。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好了，我们现在都很习惯那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逻辑嘛，对不对？比方说从我们家那个快三岁的小孩身上看就很明显了，可能是因为我太依赖网路购物的关系，因为我实在没有空去做那种实体的采买，然后他就从小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包裹寄来我们家，然后他经常会问我的问题就是，妈妈这是哪里买的？对，然后比方说就是他只要看到什么，他最常发问的就是这是哪里买的。然后有一天我真的觉得这个问题很糟糕，因为最近局限了他的想象了，就是他就觉得我们生活需要的东西，然后生活进行的活动或是各种安排都是用金钱购买来的。然后特别是我们住在宜兰，其实宜兰有一群就是非常非常有理想跟有梦想的小农，他们在尝试透过耕作的方式，同时也去挑战这种就是同时也去帮助我们去想象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生活方式。那我觉得把它如果运用在Sen提出的这个能力的概念，就是我们是不是有能力？举例来说好了，当有一天我不想要，就是我的生活都围绕着市场交易的时候，我可以发展出其他生活的方式，然后我有能力去做选择。那如果依照这样，就是同样，所以如果在他的定义下，那贫穷指的就是能力的被剥夺，就是你缺乏这种能力。那发展就不再只是经济上的发展，而是你能够具备这种选择你所价值的生活的能力。好，那因为我今天主要要谈的是就是照顾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嘛，那它也作为一种能力培养的管道跟途径这样子。那我要先问大家什么是照顾，你们想到照顾会想到什么？是很愉快的经验吗？还是通常是很悲惨的？生活中被关怀跟关照，这好像是其实是比较正向的、比较情感的、比较滋养的，对不对？可是这几年来，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我们的新闻报道就会出现跟照顾相关的悲剧，对不对？比方说，照顾妈妈不胜负荷，然后先杀了妈妈，然后再自杀，这种新闻其实不断的出现嘛。那可是我今天想要谈的是，为什么这种新闻会不断出现呢？那其实不是照顾本质造成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我们没有提供足够的社会关系，让他们去发展照顾的能力，让他们去进行他们所价值的照顾安排的方式这样子。那什么是照顾？我想从三个面向来谈。第一个最简单，很容易理解。就是照顾是人
维持生活、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活动的安排，可以是很具体的。比方说，你一早开始，大家都吃早餐吗？我是一个非常重视早餐的人，所以我每天都要吃早餐这样子。就是它可以是很具体的这种食衣住行的安排，然后它也可以是就是修补我们身体，修补我们心理，修补我们与这个社会和关系。就是与这个社会生活关系所进行的活动，比方说像什么的，我觉得我当妈妈之后就有很多的体会，这样子，就是我从跟小孩的互动身上看到很多这种食衣住行这种具体安排以外的照顾，其实是在培养小孩有能力，或者是修补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修补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把照顾理解成是这种，就是除了维持生活日常所需，也包括这种关系的修补的话，那它这其实就不是个人的事情了，它是集体的事情，对不对？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维持我们自己，也维持别人，在修补我们自己，也修补别人，也修补我们这个社会的与这个社会生活世界的关系，这样子。那我是有时间控制很差的人，所以我需要控制一下时间。那此外，就是照顾它其实也是有双元性的，就是它是包括情感和劳务的。就是我们以前就是照顾工作之所以往往不被价值，或者是照顾常常不被看见，那些我们都觉得它是一种爱嘛。特别是跟女人的天性有关系的，然后是女人天生就会的，不需要学习，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的技巧，你就可以去做的这样子。那可是我觉得，其实照顾不只是情感，它其实也是一份工作，只是它工作的特性和其他在劳动市场里面工作有很大的差异性。不过这就不是今天的重点。然后再来是我要谈，就是照顾也是一种社会的关系，是连接我们和其他人之间的一个轴线这样子。那这也是为什么谈照顾很重要。好，发现前面讲的这些大家可能都觉得他不会动了。OK， 好，那为什么我今天要谈照顾呢？为什么我要就是去主张说我觉得照顾可以做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呢？首先是因为那个是因为照顾的伦理与价值，我们都很习惯的语言可能是谈公平、谈正义，我们都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价值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少去谈，就是照顾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价值，是一种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维持，是一种以信任为基础发展出来的连带这样子。那除了谈伦理之外，如果我们从权力来谈。那个公民老师推荐来的，我们若谈公民权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谈什么？我们会谈经济、政治跟教育的参与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公民权里面有包括照顾这件事情吗？好像没有嘛，对不对？不过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去倡议，就是照顾作为一种社会公民权，这样子政府的角色才会进来。照顾才不会变成个别家户的事情，然后那个照顾作为一种社会公民权，作为一种就是公民的权利，它其实是包括我可以去选择我想要接受什么样子的照顾方式，然后包括当我想要提供就是我所爱的重要他人照顾的时候，就是这个社会是给我足够的资源，就是支持我去做这样的选择和安排的。那同时就是照顾也作为一种培养能力的策略和管道，那个能力就是刚刚前面我提到那个 Sam 他对能力的定义这样子。因为照顾不仅能够提升一个人的，就是不仅能够提升人力资本，然后也能够提升人的社会资本，就是特别是把它坐落在能够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所以我要再强调一次，为什么谈照顾很重要？因为这真的不是个人的事情，不是家庭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整体，
就是其实是一个群体的行为，其实是和整体的社会安排有关系的。你们如果有听过前面几场的，应该会有公共卫生学者会去 argue 说，就是健康做一个评估，这个社会整体安排优良与否很重要的指标，因为他们觉得你可以从个人的健康或是群体的健康来看到这个社会相关的安排或是相关的社会政策是不是好的。那同样我也会觉得，就是其实照顾也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来看这个社会相关的社会政策的安排是不是符合人民需要的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今天要用一个例子来谈，因为刚刚讲了很多，不好意思，因为就是在学校上课习惯讲太多理论了，今天也是这样子准备，有点糟糕。不过接下来就是想用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来跟大家谈。那我刚刚谈的是什么意思？当它要被执行的时候，它可以怎么被执行，怎么被落实这样子。然后老实说，今天其实不应该是我站在这边，因为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在宜兰县大同乡太阳族部落的例子。那我觉得应该站在这边的其实是那边的在地工作者。只是因为他们实在不太想来做分享，所以只好我来帮他们说他们的故事这样子。那当中希望不要有太多失真的地方这样子。OK， 好。所以这其实是我做研究的地方，然后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就是分享，就是这个部落的在地工作者。他们如何把照顾作为一种就是部落整体发展的策略。那我要说，这当然不是他们原来的语言，是我稍微转换过后的语言。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边的就是主要的在地工作者之一，他是长老教会的师母张梅丹师母。然后我其实进到这个部落做研究，从今年2月开始，然后到现在，然后我常跟师母就是召唤他一些工作上面的想法。然后有一次师母跟我讲说，他们最近在发展部落产业，就是他邀了很多就是部落的人，然后特别是一些工作不稳定的人，然后一起来上课，然后跟他们一起讨论就是如何去发展部落产业的可能性这样子。那因为这个就是教会跟部落已经推行了好长一段时间，所以他们也已经略有成果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还是充满那个资本主义脑袋的思考，我就跟师母说，那你们赶快设一个行销网啊，这样子赶快卖东西。然后师母就笑了一下这样子，因为他都说他做这件事情就是最大的目的不是在帮助大家都赚钱，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把大家连结起来。然后我觉得他的话就是转换成学术语言，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他们如何透过照顾这件事情，就是来发展，就是作为部落整体发展的策略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有人点头。然后我会放这个照片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是韩系很有名的那个吊桥，所以放了这张照片。然后呢，我在放这张照片的原因，因为这是这个洋地化的桥，我觉得非常的有味道。再给你们看一下，原来长这样。然后他把它画成这样子，这是他们有一天就是早上的那个课程，然后他们请就是这些雅蒂跟 Udas 去画那个韩系吊桥，然后我觉得这张画特别好的。其实韩系村就是在行政上是个村嘛，可是它包含四个部落，然后有四方林、韩系、星光跟华星。那前一阵子在完全就是没有政府资源进入的情况下，就是教会把其中一个部落叫四方林，他们有个就是闲置的派出所的空间，就是那个派出所已经放在那边放很久了这样子。然后师母也非常有趣啊，因为他们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嘛，他们就说我祷告，然后上帝就给我这种就是
让我看到我可以用派出所来做什么这样子。那所以现在派出所被他们转换成一个是就是部落的公共空间，他们在那边做老人照顾，然后在那边就是帮一些姐姐妹妹上课。那我给大家看一个大概一分半钟很短的影片，就来讲这个派出所变成一个部落的公共空间。我觉得这群就是在地部落工作者让我觉得很敬佩的地方，是因为他们没有拿政府的经费。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我这种学院跟都市人很难想象的。我就觉得，哎，我们好像都觉得没有钱很难做事嘛。可是师母经验是没有钱可以做更多的事这样子。工作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他们要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们希望透过这些工作能够重建部落的关系这样子。那今天我就简单分享两个他们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是那个就是姐姐妹妹互助这样子。我刚到韩西的时候，我常就是到现在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我可能早上9点10点。到部落去，然后我看到那个景象，常是也是我们一般人对于原住民部落的刻板印象了。那当然，在今天我不太就是先不讲，就是这些景象背后是哪些结构性跟制度性因素造成的。我常常看到的就是早上9点10点，然后那些年轻妈妈们就带着小孩，然后在家门口就是喝酒、抽烟跟打麻将这样子。那我觉得一般人看到可能就会很个人化归因说，哦，那是他们的问题这样子。那这群就是在地工作者，他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可是他们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不应该是个人化的，也不应该是个别化的，也不应该是比方说针对喝酒啊或者是戒烟啊，也不是你做一次或是两次或是十次的健康促进运动可以改善的。其实因为他们就生活在那里嘛，所以他们其实可以看到那个背后的结构性的问题在那边，只是他们缺乏那个就是学术语言来阐释这个现象是什么。那他们其实就看到了这些问题之间其实有交织性的，就是它不是单一的问题，所以你也没有用单，你也没有办法用单一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子。
那他们就想了一个就是可能的行动，所以他们觉得你要先把这些人找在一起，然后首先让他们并不是孤立的在家中，不需要自己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因为当中可能还有很多人，因为就是还有很多人可能还面对家暴啊，或是一些其他就是更复杂的议题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就会定期上课，那可是目的其实不是上课，目的是他们希望透过上课这件事情来作为人和人之间连接平台，然后透过上课这件事情能够帮大家去辨识出，就是让大家去谈他们的问题在哪边，然后帮大家去辨识出那个问题可能可以怎么，就是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不是我的问题，就是不要让他们只是在家中很就是自我救责这样子。所以其实上课不是目的啦，上课是把这群人找在一起这样子。那我这边要说的那个产业发展联盟，其实也不是他们的目的，因为刚刚是你讲了嘛，我刚刚讲他的话，他说我们并不想赚钱，他就说我们只想要就是过我们想要的生活，然后有过我们想要生活的能力和选择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其实是透过上课，透过发展产业发展，就是透过成立产业发展联盟来建立一种就是部落人和人之间的照顾关系，去形成一种部落人和人之间的连结，然后同时有透过这个来培养就是个人能力，让他们能够有能力去选择跟有能力过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这样子。好，那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部落老人照顾。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到上面两张图，可能看不太出来在干嘛，就是刚刚我都有看到那个480，就是那个闲置派出所变成部落公共空间的影片嘛。那个右边那张照片是他们在那个派出所后面拔野菜，就是拔咸丰草，是他们就是泰雅族的一个就是日常食物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些来的老人家，他们就是去拔完野菜之后，然后左边那个图就是他们中午一起吃饭，他们就一起在那个空间吃饭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吃饭这件事情的想象是什么，觉得只是填饱肚子吗？与人连接，对，非常就是所以其实这些当然填饱肚子很重要啊，因为当中有很多老人家是自己的主，他们可能就是我常看他们就是可能一两礼拜下山采买一次，然后他们都会去我们宜兰当地最便宜的超市，叫做喜茶会这样子。然后就是那个大家应该知道那个超市也是有那个阶级关系的嘛，反映出那个社会阶级的不同这样子。那其实他们就是白天独居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随便乱吃的啦。那就是所以当地这群部落工作者提供的照顾服务之一，就是也包括就是让他们来共食，然后也包括送餐，就是一些行动不便不能来的老人家，他们就会送便当去这样子。那我觉得不管是共食和送餐这件事情，除了有那个维持身体基本功能，或者是维持他们营养状况这种比较身体性或是生理性的意义之外，我觉得更重要，其实就像刚刚慧珍说的，其实是一种与人之间的连结，它其实是有那个社会性的意义的。然后特别是当他们吃的东西是他们刚刚去拔来的那个咸就是咸丰草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来说那个意义更是很不一样这样子。那我在这个就是在这段在部落做研究的时间，其实我也看到了，就是那个照顾其实是一个双就是关系性的工作。他们其实是有照顾服务员，不过不是我们这种不是政府的社会政策里面对照顾服务员的想象，他们照顾服务员其实就是当地的妇女，然后他们对照顾老人工作有兴趣。然后我怎么会找到这个？而且我记得有重感冒，我突然给插掉这样子。所以
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我不仅常听到老人家跟我说，他觉得现在部落在做这些事情，或者是参与的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意义跟重要性在那边。我也常听到那个被认为是给予的照顾服务员告诉我，他们从这份工作当中得到哪些滋养，得到哪些力量，然后他们从照顾老人这件事情的身，就从照顾 老人跟老人与跟老人互动的这些事情上面，他们从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认同，他们从重新界定了他们在部落当中与部落，然后与部落族人与其他人的关系。OK， 然后我觉得也因为部落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他让不管是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姐姐妹妹，或是让照顾服务员，或是让这些老人家们，他们都慢慢发展出就是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安排的能力。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点是，其实我开始到部落想要去的，到部落去的时候，我的研究要做的其实是经济安全。是非常从经济跟传统贫穷的观点，我想要知道说为什么跟汉人比较起来，原住民就是比较贫穷啊。我想要知道说，哎，那他们在经济上面需要是什么啊？可是后来就是跟老人家接触之后，常常就是后来我发现，这其实都不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耶。他们就会，比方说我问他们说，那你为什么不去申请一些相关的政府的社会救助？他们就会。常常有很多理由啦，比方说不好意思，他们觉得哦，就是我还过得去，那为什么我要去拿国家的资源？然后或者是我不需要，就是在没有那个国家资源的协助下，他们还是可以就是过，就是他们还是能够过他们想要的生活。然后即便那个物质的标准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很低的这样子，那我觉得也因为这些跟他们互动。跟就是跟他们从跟他们互动中来的观察，让我觉得就是那个照顾在部落建立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帮助他们觉得那个经济上面的安全好像不是他们现在的优先顺序。我不是说经济安全不重要哦，只是我觉得它重要的是也许有更核心的更基本的东西这样子。OK， 好，所以其实我没有结论了。其实透过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实例，就是想要和大家一起思考，就是那这些例子是不是可以扩展我们对照顾的定义、内涵和多元的想象？特别是我们现在那个长照双法吧，我们一想到照顾，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很刻板的想象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今天想要想的是一个比较宽广的照顾的定义，然后今天比较想要谈的是照顾作为一种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连结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从我的研究里面我也看到了，其实照顾照顾应该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它是需要就是我们的国家政府来重视这件事情。然后让更多的资源分配进到这边来，然后让更多的人他们有享受照顾的权利，有提供照顾的权利，而且不仅有享受照顾的权利，他还能够选择就是我要接受什么样子的照顾服务，而不是只是让外劳把我推到公园去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其实我也想谈，对于不管是对于提供者或者是被照顾人服务接受者来说，就是照顾都可以是一种就是能力培养跟解决的策略。好，谢谢大家，期待你会跟大家讨论。好，我们谢谢丽丽帮忙，你重感冒，抱歉。超过太多时间。不会，没关系，有缘可以讲少一点没关系。然后今天那个我们刚刚听到看到这个照顾的问题，其实。地方试着去把那个照顾原来这个定义，把它刻板印象把它去除掉，去扩大它的外延，就用哲学术语来讲是扩大它的外延，但是同时要在扩大外延的时候就是要想办法去充实它的内涵。所以当然这个在照顾里面以后我们可以遇到很多长照或者说
少子化或者社区人跟人之间的社会连带的关系的话，可能可以透过一种照顾的一种想象，让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发挥出来。那所以等一下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说，因为我们有时候不见他刚刚举的可能是一个部落的例子，但是我们也因为想到我们周边的关系里面是不是有可以发展出一个具有创造可能性的照顾的关系。那这个就已经脱离了传统我们在看到人跟人之间关系是不是只是公平跟正义的问题，或者是感情的问题，它可能是让这个照顾里面呢可以提供一个自我创造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只是单纯活在一个被动的关系，被照顾的关系，或者是在这个被照顾的关系里面我们有没有办法再发展出一个对于被照顾一个积极的那种能力的开发跟潜能。那这个我觉得是立方今天我在听他在讲的时候会让我有很多的感触。然后当然这个问题其实在欧洲其实谈的非常多，比如说在我们一般在谈伦理学里面会谈到这个照顾问题，从道德的层面一直到政治制度层面其实都会谈到这个问题。所以等一下大概也欢迎大家再去问一些立方，立方他怎么去思考，从现在去除了部落以外，或者其他地方我们怎么去延伸对于我们对照顾的想象，以及目前那个长照制度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个可能等一下请立方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既然提到了，就好好批一下这个制度上面觉得怪怪，但实际上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师，实际上有时候可能。好不好可能是来自于我们想象的缺乏，或者是我们缺乏了一种对于人真正的一种关怀，我们可能只把它当一件事情来做而已，就偶尔只提供这样的服务，听了我没有办法那么多资源，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可以发现到说，我们有时候都以资源不足来去做一个借口，然后不愿意去做一个说即使没有资源，通过人跟人之间互助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创造某些东西出来。不过我们这里也比较像植物，也蛮像这个地方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只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认为说要有钱才可以做事，或者说那没有钱怎么办，没有钱我们可不可以聚在一起，然后产生一个比较没有利害关系的关系，是不是有这个可能。那这个也是等一下友莲也会跟我们会带头会分析的，所以我们现在热烈掌声欢迎友莲。好，谢谢大家好，谢谢立方啊，谢谢大家来先参加最后一场哈，就是终于熬到最后一场，这个健康人权行动讲座啊。那其实刚刚立方讲说，我们之前大概六场啊，从一开始的人权的还有社会的结构啊，健康人权就是不公义的结构，到经济的危机啊，以自杀为例啊。吓大家一下啊，因为我在公寓待得够久啊，我大概有一个预言啊，就是经济的危机啊，国际的金融风暴都跟台湾的政党轮替宿命式的挂钩在一起。啊，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大选，1997年金融风暴啊，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2001年这金融风暴，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2009年金融风暴，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最好不要发生，因为发生的话，表示会有很多人会很苦啊。包括说，谁知道贫穷？刚刚立方讲到照顾，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照顾会不会制造贫穷？今天的题目是，消弭贫病的这个风险，照顾会不会变成是一种贫病的风险？你们认为呢？当然会啊，吃掉东西找不人，当家里有一个人家里有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如果没有一套制度保障大家，譬如说刚刚立方讲到长照，我们听了好久了，终于好像听到楼梯在响了，但是下来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还不知道啊。这一阵子我们都要一直开记者会，因为政府说他要引进保险公司来办理长照，然后
你们要相信保险公司的良善，因为他不会赚你的钱，大家都是好人，你们相不相信？至少我不相信啊！我忘不掉了，不然我该喊板了。我在公益那么久，我不太相信这件事情了啊。包括说，社会致命论啊，有一场那社会致命论，现在很夯的，年学公会的一定会知道说，首先科目的三个啊，健康有可能是你个人的因素，它很多时候是怎么样？因为你工作暴露在危险的因子里面，导致你不健康。因为 PM2.5， 我今天看到晚报有个新闻，台湾的肺癌的罹患率有年轻化的倾向。好，这些健康的因素，社会决定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然后上个礼拜讲说发生，上个月对不起，上个月讲说如何政治发生。那这次我们来讲说想象与行动。所以其实我就套刚刚接着刚刚地方所说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照顾会不会让一个人或一个家庭陷入贫病的风险？答案是肯定是会的。你想象一下，你想象一下，家里需要有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因为生病而陷入必须被照顾的这个状态，这个家庭就会陷入，假设完全没有任何资源。他必须要，持续工作。刚刚卫生讲的，或者是他必须花很多钱，在市场里面去购买这个服务，他会不会陷入贫穷？会，陷入了贫穷以后，整个家不只是那个不健康的人持续的不健康，整个家庭也会陷入了不健康。所以我们常看到很多的照顾者，啊，非照顾者不健康，照顾者照顾到受不了了。然后怎么样，就一起自杀去了。我们不是常常看到这样的一种新闻吗？所以今天也许我们最后一场我们要讲说想象跟行动，行动的样态跟很多元，包括当我在劳政20年，然后现在因为跟一群人我们一起创立了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台湾健康人行行动协会，我们开始关注更多的健康不平等的问题。好，所以想一想，你想改变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反抗？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反抗？然后你的反抗，当然你想改变什么？想一想，你用了什么价值？啊，比如说我的他乡义孤之了，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你说马来西亚人，我是马来西亚人，我1992年来台湾念书，想必在座很多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所以我就不自取其辱。我以前想说，我1992年来台湾，哈，我才5岁，现在我的学生是哈，我还没有出生，所以我就不自取其辱了。你想改变什么？你想反抗什么？反抗也许是一种行动的开始。当很多的时候，你开始去问为什么，譬如说，这个当然第一个。为什么算命的时候男左女右，好无聊哦，为什么管这个事情？男左女右不是我们根深蒂固约定俗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吗？就好像其实生活也形塑了我们很多理所当然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使用者付费嘛，对不对？要照顾需要照顾，使用者付费嘛，使用者付费是不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一个，好像视为理所当然根深蒂固在我们价值里面的一个不可动摇的事情。当他是的话，那也许有一天他会慢慢的侵蚀你的生活，包括当我们碰到这个风险之后，这个问题就留给你们自己回答。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男左女右？台湾适合盖核电厂，不适合储存核废料。这是我为什么把它提出来啊？这是我在台湾写的第一篇比较接近社运的文章，就在讲这个事情啊。因为当初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啊。台湾以前有一个立法委叫苏焕智啊，他问原子能委会的主委说，为什么你把核废料储存在南屿？因为这个蓝屿的天候、地质各项的条件适合储存核废料。讲座各位，
你有法度接受这个理由呀？你无法理解嘛？台湾适合盖四座核电厂，但是不适合储存核废料，对不对？好、哦，那兰屿是台湾唯一不需要缴健保费的地方，不是不需要缴，是台电帮他缴，因为台电在那边储存了核废料，啊、哦，然后为了补偿，啊、哦，我还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健保开办的时候，那时候的省长叫宋楚瑜，现在要选总统那位啊，啊、哦哦，去兰屿，然后呢，兰屿的达悟族拿了鲱鱼干跟番薯说，哦，我就是没钱，我有这些，不然我用这些来缴健保费好不好？啊、哦，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澄清，所以兰屿的人不需要缴健保费。这是我一直在关注了二十几年，为什么经济奇迹的背后，劳工总是得不到经济的果实，对不对？我们的薪资倒退了十几年，然后我们的环境正义，啊、哦，偷偷告诉你们一下了哈、哦。我1992年来台湾以前，其实非常的孤陋寡闻，我对台湾的认识只有四个字，哪四个字？恭喜发财啊，不是啊，哪四个字？经济奇迹，哎，谁想的？对，好，当你们想到台湾的经济奇迹，你们会想到谁？啊、这个我每次演讲过这个题目啊，都会有些代沟啊、哦、你会想到谁？蒋经国，好、哦、啊，蒋经国是一定会想到，来还有呢？中小企业啊，也是四个字。好来，好来，这个会想到中小企业啊，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怪咖。对，好来，还有呢？有点威士忌啊。威士忌，哦，给他来亏的，有没有？我来打 B 哦。还有呢？还有谁？十大建设，春意选，还有呢？想人啊，人啊、哦。啊？高科技产业，哦，好。会想到劳工吗？不会，因为主流媒体不会告诉我们劳工的故事。OK， 好，为什么有钱人不用缴税？啊、哦，而受薪者必须负担70%的综合所得税？为什么一定要面对他、接受他、放下他？大家就不要反抗了，来看着我，看着我，面对他。接受他，放下他。为什么？当我们来问为什么的时候，其实，我蛮多的工作都是在帮劳工写历史。啊、哦，我们会想到王永庆，我们想到孙一贤，会想到赵耀道，会想到很多人。但是对不起，我们不会想到劳工。OK， 我们不会想到劳工，因为主流的媒体、主流的媒介不会帮劳工写历史。啊、哦，当我们想为什么的时候，他就堆砌了许许多多的行动。啊、哦，肌肉行动。当你问为什么，其实行动就是开始的。啊、哦，为什么这些？我们总要找出一个答案嘛。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核电是什么东西呀、啊。啊、哦，那刚好1992年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年。为什么？我刚刚已经透露了线索，已经说了答案。为什么？1992年是台湾最重要的一年。很重要的一点，不知道最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我想一下，因为我来台湾嘛，对不对？当然不是了啊！1992年是所谓的中华民国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也就是说，民国81年，中华民国从来没有改选过，因为有三月血运啊。很多人问了为什么国会，为什么国会都是那群人，为什么永远都是那群人，为什么那里万年国会都不用下台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直推，一直推了以后，终于台湾在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啊，所以不是因为我来，因为我来台湾啊，是因为国会全面改选。我来台湾接触到核电的议题，很快我们的国家也会碰到核电的议题啊，因为马来西亚要盖两座核电厂，三座啊，啊，我接触了一句话，那句话到目前为止我印象非常深刻，叫做“反核就是反独裁”。为什么？因为四座核电厂都是在独裁的决定之下决定要盖的，不需要环评，不需要问过你可不可以盖在你家旁边。好，反核就是反独裁，这句话深深吸引了我。好，我开始
也接触了核电的这样的议题，所以你可能因为同情而行动，这个理所当然，每一个人都是情感的动物，误会，误马赛，对吧？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泪的，你可能会基于同情而行动，你可能基于愤怒，我相信我们这种人时常胃痛，因为时常会看到报纸，很生气，很生气，那赶快来开记者会，半夜看到这个新闻，然后就讲说，来写新闻稿，发采访通知，明天早上开记者会，我反走过必留下 YouTube， 反走过必留下，我有一次因为某人讲了一句话，跟刚刚立方讲的诺贝尔奖有关系，有人讲说无薪假可以得诺贝尔奖，有没有听过？我们那个他姓什么？白副总统，对不对？就吴副总统，对不对？吴副总统啊。后来我就很生气的在第二天开了记者会，然后就讲了一句话，怎么惨这样子啊？就很生气的，脑残。结果晚上回去看电视，这个谈话性节目就一直重复播嘛，脑残，脑残，脑残。我就是看到自己，深深的反省。真的反省，我觉得我实在是不应该用这样的语言来指责别人，所以我就道歉了，失言了你肯定会同理，我们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碰上同样的风险，我们遭遇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起行动。譬如说劳工团结起来，透过工会，今天南山人寿在罢工，对不对？我们看到官场工人的议题，有一天我们会被碰到，我们看到过劳，有一天我们会被碰到照顾，有一天我们也会碰到，我们可能会同理而共同行动，所以我们可能会一起怎么样加入立方，他们一起推长照，让长照的模样比较贴近我们的需求，对不对？我们可能因为同样面对同样的问题，当然最后你可能是一个信仰，我觉得信仰很重要吧。信仰可能是，当然这里指的信仰不是宗教信仰指的是说，譬如说，你认不认为照顾是国家的责任？你认不认为，某种程度上你挑不挑战过度的商品化跟商业化的这样一个价值？当很多的议题它越来越商品化的时候，那我们要不要去透过国家的政策去改变它？有时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种东西讲来讲去无法理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也许可以理解一下。比如说我刚听地方有小孩，对不对？他家如果说需要有一个人，有一个劳动力，你会不会每天喂你的小孩吃生长激素几年短存？会不会？这个不理性啊，因为这个你看赶快养大赶快可以使用嘛，对不对？你会不会？你们会不会？会的人举手一下。不会啊，资本主义会。资本主义为了赶快把这，假设这是一只鸡，它的成长需要三个月才可以卖，我现在压缩变成一个半月，赶快可以卖钱，而且我可以轮两轮，很快的创造我的利益，最大的利益。那这样的资本主义你要不要反对？因为它会回过头来伤害你的健康。你吃了那么多的生长激素，你吃了那么多的奇怪的东西，抗生素，你当然你会受到影响。反抗的动力，去脉络化的关怀，不只会流于同情。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到，好像拍波景，对不起。OK， 好，所以再想一想。既然我们今天讲说想象跟行动，我们如何行动？我们也许找出一种对社会所谓的一群人的行动的一些定义。利益跟信念一致的人发起共同的行动，以非体制内或的途径去抵抗或推动某些社会的变迁跟趋势。这边看到的是反核，反核的议题是很重要的。这边。这是去年10月14号，一群人在台湾最贵的地方哪里？地堡，地堡
这差不多是一坪了哈、哦，这样多少钱？地保，地坪哦，还没有盖房子，地坪，空地多少钱？600万 ，OK， 好、哦，600万，好、哦，盖个房子又一坪卖300万，一群人在地保前面躺下去，买不起躺一晚也没关系嘛，对不对？好、哦，那个在上面指挥叫人家躺下去的就是我，好就我啊。哦好，一群人采取有组织、目标、有计划的方式来改变或阻止社会变迁。好，我们下一张。好，所以你想到很多很多的议题，你可以想到很多很多你可以去参与的，包括我刚提到，我们在马来西亚那边是做有机的嘛，对不对？啊，有机的，劳工、环保、人权、民主、女权、原住民。我来台湾的时候，我最幸运的是。我参与了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原住民证明运动，那时候是最激烈的啊，原住民的还我土地运动，哎，我那时候几乎每一个运动我都参到了，啊，时常在街头上跟同学都不期而遇，啊，那是请坐，现在这样的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啊，这个居住正义、农民、农地，当然反全球化，我从来不以为是一个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一个信仰的人啊。健康权，我现在最关心的健康权、健康平等的议题。下一张，啊，这是一些历史照片，快来看过去。因为一群的行动，所以劳基法会修改。因为一群人的行动，所以怎么样？所以劳动法会慢慢的立法。因为一群人行动，当然现在没有成功，反高学费。好，这个人，也许如果说你们对社会学有兴趣的话，这个就是林庄宏啊，那个就是林庄宏啊。林庄宏是中研院社会所的伙伴，以前跟我在劳政的时候，我们在教育部前面在卖文凭啊。只要你不践踏草坪哈，无行为不检，我就卖你文凭啊，一张100块啊，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行动，它会堆积某些改变。下一张，啊，猜猜看我在哪里？这是我刚出道的时候，跟现在的中年大叔差很远哦。啊，这张照片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们要放上来？这张照片跟最近的一个很夯的议题有关，军眷，啊，这是，这是当初立法院要通过一次通过5000亿的眷村改建预算的时候，我们到那边抗议，啊，抗议了，我们反对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居住正义的事情，因为。有很多的资源的分配应该要更加的公平。好，那这张是因为最近实在是太夯了，所以我就把它找出来了。这个青涩的面孔跟现在的中年大叔有很大的落差。来下一张，好，一张一张的照片。这张是什么？从健保在立法的时候，万人举火把台北游行。到劳工透过代工的方式要求健保的制度设计应该对劳工更友善一点。啊，给报有重要不？健保重不重要？多重要？像重要，对不对？很重要，对不对？啊，健保有多重要？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啊，在座各位有银行发给的无限卡的，举手一下。然后无限卡就是刷卡3000万，买一个钻石都更砸一点那种，有没有？有的话私讯告诉我一下，我一定跟你募款的。我到门，好，我一定跟你募款，有没有？最有可能有的一定是沈金凯，因为他大学老师，对不对？还有这个两地方，啊，微博嘛，对不对？也没有，我也没有，啊，跟我一样，除了两位。这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朋友可能没有之外啊，跟我一样有健保卡，你举手一下。没有的话，你要同我报到吗？好，表示你这个可能需要帮助。好，开玩笑啊，下一张，健
保之所以重要，健保也是很多累积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才有的结果。这张只是一个表，从1950年，你不要告诉我为什么1950年开办劳保而不是农保，好、哦，这是我们历史社会学要去解释的事情，好、哦，啊，这是我的论文，我的论文，我有答案，好、哦，1950年，我们的健保是1995年开办，在健保开办以前，有43%的人是完全没有保险，完全没有保险。你们有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模样？家里有一个人要上救护车，要签本票；家里有一个人要上手术台，要缴保证金。请问，是郭台铭缴不起保证金，还是在座各位我们比较有可能缴不起保证金？当然是我们啊，那是劳工的家庭啊。对不对？他是穷人啊，啊，我们来自中国的朋友，啊，中国很多顺口溜，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羊。只要救，那中国现在商业化很严重啊，医疗商业化很严重，只要救护车一响，一头牛就白羊。为什么？那头牛的钱叫哪来付医疗费用？各位重不重要？这就是一个制度，避免怎么样？一个制度可以避免一个家庭可能因为病而贫，至少避免到这个事情吧。好，那下一张。好，所以其实健保的开办，我刚才讲，它可能是堆积了很多的行动，当国家的行动也有了，好，国家很主动的，他为了解决他的统治的这个合法性等等的一些问题，啊，他们采取开办健保。避免说43%的人没有保险，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在那个年代哈，八点档哦，大概都是有这样的剧情：家里有一个人生病，哭哭啼啼的，有田卖田，没田卖屋，没有屋没有田卖什么？卖血卖身。当时的八点档大概都是个剧情，它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事实。但是重点是1995年健保开办的。好，那前面的行动就在先别说，后面的部分，1997年，哦，这是一个我参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役哦。健保开办的第二年，政府告诉你说，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王永庆，王永庆绝对不会赚你的钱，所以你要相信我啊。我们把健保加办交给王永庆做，你说好不好？刁民，你摇头的都刁民，你不是相信市场吗？我们不是应该相信市场吗？市场是万能的啊，所以国家做事没有效率的，你看国营事业都没有效率，所以我们把健保交给财团去做，财团有竞争，大家怎么样才有比较便宜的保费，不好吗？我不相信了啊，至少我不相信。OK， 好，所以当初在反民营化的过程里面，我们成立了产业健保的联盟，同时啊，哈，我插一下马来西亚的朋友，同时我在。马来西亚是要把政府的医院财团化，啊，所以我跟阿里丹跟苏阿浪他们在马来西亚，啊，在马来西亚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在反对政府把政府的医院交给民营化，交给财团去做啊，啊，所以有一次有人在脸书上骂我一句话说你根本就是行动乱源啊，我觉得还不错，行动乱源啊，还不错，对吗？啊，好，啊，好，啊，包括2004年的这个民间监督健保联盟，好，啊，下一张。啊，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快一点，好，下一张，这一张的行动非常有趣，好，就是说，这是你如何把非常复杂的政策化成简单的文宣，啊，然后我们印了1000、1万份，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哎，当初政府的这个 propaganda 啊，这个宣传啊，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只有老三台呀，啊，只要在三台新闻，然后一再的宣传，民营化好啊，民营化妙啊，民营化大家都受益啊，这个洗脑很容易就洗脑掉了。那当你没有这个宣传管道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我们印了10000份的这样的一个资料，然后透过计程车司机广发出去，让更多群众，啊，有时候你
我们在建国南路的桥下，然后去跟记者讲说，建国民营化对你的影响是啥？好，我来讲吼，你塞下是无聊吼，啊，后面你就来讲，讲民营化会有啥物影响？你慢慢的、慢慢的，其实当他接受这些资讯以后，他真的会把这个资讯传播出去。当然，结果我们是把民营化的这样一个政策挡下来啊。下一张，包括很多的这个行动，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时间讲健保？是因为其实在健保有很多跟价值很多有关的一些事情啊。下一张，啊，这些是一连串的行动，监督健保资源的分配。下一张，啊，所以你用什么价值去看健保？跟你用什么价值去看长照？你用什么价值去看今天地方帮我们破题的照顾？你用什么价值去看教育？你用什么价值去看国家的政策？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下一张，那健康是你个人的因素吗？就是我在我的学生上我的课的时候，讲到健康学的时候，我都会放一些照片，对不对？啊，我在教社工，我在教社会工作概论、社会福利概论，上我的课一定都知道说，我一定会讲社工是一个怎么样？不只是一个助人的专业，也是一个反抗的事业，对不对？好，下一张。很多的因素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而那边说的一些定义，健康是指身体的、心理跟社会完全的安适的状态，而不是只有没有疾病跟身体虚弱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很难达到健康的状态。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要谈的是什么？那健康不平等的议题。好，下一张。这个新闻你们可以找，啊，这个新闻很有趣，啊，这个英国民主啊，这个 Oliver 啊，他一直想建立一个美食的这个乌托邦哈，啊，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说有机无毒啊，但是后来发现到最后只有怎么样，只有有资源的人才有办法享受到，所以他后来就放弃了啊，这个有时候是让这个穷人是没有办法去享受到这个。安全的食物的啊，哦，下一张，啊，哦，这些国际公约就很快的看过去。我们从国际公约可以得到很多行动的启发。下一张，包括宪法，啊，哦，还记得了哈，哦，其实马来西亚宪法我都不知道，但是中华民国宪法里面有国家为增进民族健康，依普设卫生事业跟公益制度，好进步哦，啊，哦，马来西亚有公益制度。一块钱可以看医生，对不对？啊，那个是1951年到现在的制度。下一张，啊，两公约的议题。下一张，啊，所以当我们开始从以为说有健保，这个社会就健康了，大家都平权的，大家都平等的。的确，健保解决了很多就业不平等的问题，最起码。我们把2300万人都绑在一起，然后怎么样？透过一个国家的政策、保险的机制，分摊了彼此之间的风险。这个制度非常非常重要，啊，哦，所以我会讲这样的，讲这样的话，给部长做后，妈祖婆会无路，真正是安尼。好，哦，健保如果做好的话，妈祖婆真正很欢喜啊，因为什么？因为不用有太多人帮他祈求说。我看不起医生，好，所以健保是台湾的保，我们最怕没有健保，但是健保它可能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满足你健康的一个最基本权利，但是有没有健康不平等的这个问题，它还是存在啊，好，我们可以来慢慢的看来取下一张，好，所以健康不平等是什么？不必要、系统性而且可避免的健康的差异，刚刚。地方所提到的原住民的部落，其实是最容易在我们讨论健康不平等的时候的最容易找到的一个对照。不管是发生在台湾、马来西亚、澳洲、美国，很多的国家都一样。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国际的公约来解决这个全球性？为什么原住民既然它叫原住民，但是它永远是无法获得这样的资源？好，那健康平等是什么？目的不是让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健康的状态，而是消除那些可避免的不平等的因素因子，然后去达到促进那个机会的平等。下一张，啊，哦，这个
哪一些是健康不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我们就快速的看过去了啊，下一张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前阵子来台湾演讲啊，这个杨明，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在杨明演讲啊，健康不平等的因素往往是一个复杂而非偶然的一种出现，而我们社会里面经济跟环境的条件强烈影响了健康，包括什么很多的社会的决定的因素啊，而这有可能是公共政策的一个结果。好，下一张，哪些因素？从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值，个人的行为，包括什么？社会、家庭跟社区的网络，包括什么？你的生活跟工作的环境，包括什么？整体社会、经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它都会深深的影响你的健康。比如说 PM2.5 不是你所要的，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不是我们所要的，这些因素它会影响每一个人的健康。下一张，所以当我们讲说，比方说他们列出影响健康的十个因素之外，其中有一个，他们跟你的就业的状态，你的这个工作啊，压力，那我们要怎么去改变它嘛？我们今天讲说，想象与行动，我们如何去改变这些事情，让每一个人不至于是资源匮乏的，或者是贫病的。好，下一张，卡住了啊，下一张。其实我想讲一个故事哦，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工程司机忍痛的把乘客载到安全的地方，然后自己才安心的躺下。看着乘客安全的下车，自己才安心的躺下。你们看过这样新闻？有吧？对不对？很多人看过了，对不对？通常有这种新闻哦，大概我们大概很难去想到说它的工时，或者因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疾病啊？也许很多人会报道，然后如果有机会拍到乘客的话，乘客一定会含着泪说司机很伟大，很伟大，伟大了哈。啊，新闻如果记者有要现实，就打电话问说，有人说，那个，请问你对这事有没有这样看法？那我当然会讲什么？我会讲说啊，这个劳动条件的问题呀，这个公车的制度、司机的制度的问题等等啊。如果我们是司机的家人，各位，简单的说，我们不需要一个伟大的家人，是一个可以回家吃晚餐的家人，大家都同意？同意的话，表示怎么样？我们有共同的信念。我还在卖直销的。我们有共同的信念，我们有共同的价值，我们要不要一起共同去改变它？这就是行动嘛，对不对？好，这是行动啊。那行动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说一个人你面对了一个健康的风险，你个人当然有一些个人倾向的预防的一些行动跟鼓励，但是社会的整体的结构，社会的整体结构包括怎么样？贫穷，包括什么？你的非常不足的食物跟营养，穷人跟有钱人营养是不一样的啊。好，我的时间啊，你的教育的这个落差，失业，比较差的居住环境等等，跟这个比较糟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风险，它当然会让你更加不健康。所以我们在政治上面，某种程度上，我们要让这样的一个梯度更能够，当一个人他在每一个人都会遭遇这样的一个健康的风险，我们如何让他不要那么辛苦，能够去更加的抵抗啊？下一张，这个新闻你们一定常看到，资源，医疗资源长期不足，台东又苦命又短命。五道台大概有，有个台东的朋友，要不要改变他？10年后我们要不要看同样的新闻？20年后我们要不要看同样的新闻？还是恶化的新闻，更加的
更加的严重的新闻，那你如何去改变它？这是健康不平等讨论的议题。下一张，这个我有被问到了哈，我有被问到哈。记者问我说：“你有什么看法？”我说：“有时候头脑比较简单的人会做比较简单的归因哈。”我会怎样讲？尤林，你要不要把后面可能看不到，所以你要把那句话念出来，好不好？好，因为我们有录影，可以来整。高雄人叫短命，马英九因为不爱搭捷运造成。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啊？他完全是忽略了各地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跟环境的差异的这个因素。比如说，我只要很快速的讲过去，台湾缴税多的地方叫信义区，为什么？因为中油的总部在信义区。但是请问炼油厂会不会在信义区？不会，炼油厂在高雄，炼油厂在桃园，污染是在其他的县市。好，下一张。好，很多的这样的新闻，如果跟豪宅秒杀的新闻并列，我们要采取怎么样的行动？下一张。好，那当然我们可以做很多。好，这是有一本很重要的WHO说的这样的一个出版啊 ，Closing the Gap in the Generation 啊，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行动，三个主要的行动来缩小所谓的健康不平等，包括怎么样提高个人的出生、成长、居住、工作跟老化的生活品质，全球国家低在跟地方的层次的在生活中解决他们的权利跟金钱资源分配的问题，以及说我们好好的测量改变啊，透过政策去改变啊，提高对健康的这个决定因素的这个认识，大家啊，所以很多的行动它慢慢就会改变，这是。今年的4月30号，我们在立法院前面的牌子，你有去参加，对不对？啊，希望一周40小时，一天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休息，对吧？不只是休闲哦，怎么样？生活8小时，我们是一个生活在社会的人，那当然，下一张，争取了十几年，不是因为那次牌子成功了，争取了十几年，终于明年1月1号。台湾终于进入了一周40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啊，下一张，好，所以很多的命题，几个影响的健康权评估差距的扩大跟工作贫穷的问题，会一直侵蚀我们的健康的这个平等，健康环境风险的多元化，增加健康的不确定性，政府施政的价值取向，让资源分配更加的不正义，长照要不要交给保险公司去做？请问？我们要不要让医院100%的盈利化？这些都是可以去讨论的价值。缺乏有利的公平参与的管道，会让政策被垄断。那这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机会在一起，我们可以将来去突破这个垄断。下一张，好，那这是我们未来啊，这个协会要去做的一些工作啊，至少是短期内的啊，好，包括说这样教育的扎根。发行健康人权手册，然后到高中，到去做这样的一个课程跟教案，希望有更多人，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高中生来，然后宣导类似这样的论坛，不断的讲健康不平等的这相关的议题，以及说将来我们会推动一个法叫做健康影响评估法，所有的政策都应该要来怎么样考量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跟监督健康不平等的这个国家的报告书，对，下一张，那这是我们的刚刚发起的公益的这个人权价值卡啊，这个行动，我介绍一下石虎跟黑熊，黑熊是关注比较久，石虎是最近才关注的，所以石虎说真不公平啊，好不公平哦。黑熊要讲什么？大家一起来想，那想了以后我们就来行动，那当然这是一场马拉松，不要以为改变是一触可及的，不要以为改变马上就可以被看到，这场马拉松如果你用跑百米的方式跟他竞赛，你很快就趴了 ，OK？ 你很快就趴了，那当然，下一张，让健康平等，我们的责任除了想象。不是想象，而是行动，这是我们的文宣。如果你们想要参与这样的行动，其实很简单，
如何得到我们的资讯，只要到我们的粉丝页，粉丝页不是粉丝页，粉丝页按个赞，你们就会定期的看到我们的许许多多的资讯，然后让将来譬如有机会在某个街头的角落，我们可以一起为健康不平等的这个问题而努力，为改变现有的环境、现有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而一起奋斗。以上，谢谢。好，非常谢谢有缘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台湾在过去这几十年来，言论改革其实都有一些先驱者，还有他们很持续努力的付出啊。那实际上在旁边来看，因为我一段时间都不在台湾，我刚刚也是会觉得说，他们创造的努力做了这么多事情，其实得出来的成果是大家共享。所以在某个方面，其实我们是 free rider， 就是我们是搭便车的，我们是在看着，当他们行动的时候我们旁观，当有成果的时候我们共享，觉得这个逻辑怪怪的。那因为我们今天在谈的反抗的，因为谈到反抗跟行动之间连结，可以找，当然我们这些戏剧会跟一些哲学的概念会产生一些关联。如果大家去看卡缪说，他可以他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对于社会公平的时候你产生的一些态度。第一个是义愤，就是你会产生那个愤怒的感觉，可那个愤怒只是个人的。第二个是所谓的反抗，反抗是跟别人结合在一起的。第三种就是革命来决定的这三种。但是他也有讲到里面，他特别讲到那个反抗或者是非暴力抗争的问题，是反抗本身，就是说反抗本身背后一定带有一种价值，但是不是所有价值会带来反抗，就是一个要去反抗的人，他一定是基于某种价值去反抗。那我们其实在台湾的时候，现在目前的反抗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在早期，我们在1991年，我当时还在戒严，或者是刑法100条，现在最经常谈的2条1的那个过程，啊，就是你对那个意图颠覆政府啊，就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意图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事情，谁能够决定你是有意图还是没有意图？啊，意图只是一种想法，跟一个人想要自杀实际上是有相关，只是意图而已。可是政府就有这么大的权力，说你有意图就可以对你进行羁押或者判你死刑。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过了这个独裁的阶段，进入到这里，我们现在的反抗其实是没有什么太高的风险。可是我们最怕的是面临到反抗，最怕是一个冷漠，啊，这个跟我什么关系？我面临到是一个这个时代的更强的一种虚无主义，这种人，你那家伙做这些事又不能改变什么，到最后都是让别人去帮我们改变，结果我们就是坐享其成。这是就是看到这么多来者舞的这些运动者，他们在谈的事情，他们做的倡议的事情，其实到最后他们也不会因为这样而赚大钱，也不会因此而觉得好像得到很大的社会名声，甚至是在未来也不当然容易得到政治权利。比如说像友联，我们就觉得说，哎，友联为什么不是那个民进党不分区第一名呢？如果大家都要找他，为什么不是找他呢？然后当然没有中华民国国籍，所以也没有办法啊，那倒他们。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群人，我刚刚想到说，2016年，如果今天有一个政党号称可以完全执政、完全负责的时候，没有个相应的公民社会的力量来促使他进一步在制度上面做成完整的改变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会对这个国家或未来社会，为台湾的前途会更加失望。那当然你不可能去相信一个政党已经妥协。比如说那时候他们在，我举一个例子，之前在问，我就问了说，哎，民党对于那个政所税的态度的时候，哎，既然不用交税，政所税停掉，那这个事情我们就要问一件事，他到底是策略性的保守还是本质性的保守？所谓策略性保守，是为了获得大选以后再来改变。但是万一他是本质性的保守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公民社会的力量。如果在某些价值，民党是跟公民社会比较接近的时候，那在照道理来讲，民党如果完全执政，我们应该可以做更大幅度的改变。如果我们做到更大幅度的改变的时候，
那我们干嘛需要这个证明呢？这个大家可以慢慢去想一下这个问题。那所以我觉得说，有这么多人还愿意留在公民社会去为他努力去奋斗，所以当然最后必须要人共同自我集结。对于一个不公平然后不正义的事情，我们要保持某种警觉，然后才会不会让那个在不义的事情在我们下一代的延续在发生。那因为在座很多老师们，很多已经在外面工作，我们已经有一些基本的资源可以活下去，可是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就没有，比如说他们还面临到22岁，他们面临到那个贫穷的状态，一个弱势跟贫穷的心，他没有办法去你叫他出来捍卫他自己，有时候他都会觉得丢脸，又或者他根本没有时间，光是为他自己生存的时间都不够，养活自己都不够，他根本那个就是剥夺他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时间，就低薪化就是造成这种效果。所以我面临这件事情，可能大家可能要共同来设想的，这也是友联他在长期在推动这件事情。那我也刚刚跟他讲说，来明年他还会有一连串的活动，会跟哲武一起合作，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到结束之前，我们大概还有一段，没关系，你可以他讲话没有关系，不应该不影响大家嘛哈，大家给那个小朋友一个掌声好不好？我们总是有一个比较亲和的环境嘛，哈，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嘛。你也可以大叫没有关系，我们会理你的哈。我们现在直接把一些问题挑出来讲啊，就是说刚刚也讲到工时的问题，也讲到健保的问题，也讲到长照的问题，也讲到照顾的问题。所以如果在座有朋友，我们先收集三个问题，那这个每一个人可以在这。就是一分钟的时间，你可以做comment跟你的问题啊，都可以。来，等一下啊，我们先收集三个。第二个，来，那要交作业的高中生代表来，你们几个要不要问个问题吧？反驳他，你不要去跟他讲，他刚刚讲的话有很多漏洞哦。他故意把那个漏洞留出来的哦，有吗？没有漏洞吗？他讲的话很有道理吗？所以你讲话很有道理吗？你觉得他讲话很有道理？第三个啊，来一二三来，牧师啊来。听说那个健保。等一下，我们给你麦克风。听说那个健保很多人被锁卡。但有一年吴敦义说把，因为锁卡说很多人自杀，吴敦义说啊算了，开卡，让人家能够看。你刚刚不说公益制度，那为什么现在还听说还有很多人被锁卡，怎么办？就是缴不起健保费的人，我们要怎么照顾他？他是不是在医疗体系破洞之外，医疗体系防护网之外？来第二个。那个，我在问这个问题其实跟现在很红的那个事件顶线都有关系，但是其实不是想要问食品安全的部分，是有一天我在跟我爸讨论的时候，他就说：“哎，你反抗顶线，那到最后未选的劳工那失业，那谁来照顾？”那我就内心充满一个疑问：明明那些劳工没有权利去干预企业他们所做出的决策，那为什么他们到最后的企业决策后果，他们要共同的承担？这是一个问题。那想问的问题就是，那有没有方法是这些劳工有办法自己去保护自己的权益？我知道这些公司在做不义的事情，但是问题来了，我去反抗公司，那我丢了工作，那谁来保护我？劳保现在的制度有办法撑起我失业之后的生活，或者是辅导我很完整的去转职就业吗？那这个问题也牵扯到刚刚讲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明明知道这个工作环境是工时过长，或者是不安全，或者是对我的健康影响是不好的，但是我有没有那个权利去选择说我要一个更好的劳工环境？那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你说有没有权利啊？如果按照现实来说的话，你永远是没有权利的。对啊，那就是说通常都是要要迫那个要求上位者有权利的人去改变，我们才会有。不过这个那个制度性的改变，我讲那个友联会有方法嘛，
我有一些想法可以讲，好不好？谢谢。好，来，我们再来第三位。我简单问题想请教两位讲师，就是说，因为两位老师都很非常有趣，就是从行动的角度谈到社会学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结构，一个就是行动。那前一位老师就是从日常生活的实验里面导引我们向这个传统社会去回归，然后寻找一种互助的体制，那也就是行动的日常生活实践。那另外一位老师呢，他是从针对行动结构的改变，希望对我们的未来产生更好的影响。那我是不是可以请这两位老师各就不同的一个想法，比如说第一位老师可以就这个结构行动的改变的部分提出想法，第二位老师可以从日常生活实践的部分提出想法，我想听听看你们的一些见解，谢谢。好，你就是人到修家，别来哈。不过他们应该是哈比较相近的，比如说就是把立方的去谈一下有连的问题，有连去谈一下立方的问题哈。比如说立方谈到没有资源，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个很好的照顾的体系，甚至有更内在的情感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说像？有缘要打算要怎么做？但另外是说，照顾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谈到政府的那个整个制度要怎么去做？因为我们刚刚还有讲肠道制度的问题，所以就是我们制度面上面的改革去做。好，我们先回让他们回答这些问题，然后再来进第二个。来，谁要先来？好，立方先来好了。好。个人的行动确实是社会学一直很关心议题，然后我自己也是社会学家，不是念社工的。然后我觉得其实谈制度跟日常生活是不能分开来谈的。那我觉得谈结构跟个人行动其实也是一样。那我觉得社会学家其实长期以来就一直很想要去平衡，就是当我们理解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是受结构限制的时候，可是我们又希望从这样的理解过程当中去找出那个行动跟改变制度跟结构的可能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虽然我跟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来谈这个问题，可是基本上我觉得是其实是相辅相成，就是不违背的吧。我觉得我自己大多数时候是学术工作者，偶尔是社会运动者，因为我长期来是比较关心就是移工运动。那现在因为做原住民研究，就是也很关心就是原住民议题。那可是其实我最关心的是照顾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如果就是就这个例子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个部落经验，我觉得他们虽然没有试图去挑战整个国家体制，就是对原住民的日常生活经验，包括健康议题啊，或者是照顾议题啊，或者是经济安全，或者是就业议题，就是造成的影响。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不是一般的社会倡议。是他们其实不是社会运动倡议者，他们比较是在地的实践者跟工作者。可是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能够辨识出那个国是然后你们就会发现我没有耐心。可是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辨识出那个制度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造成哪些影响，然后从当中，从当中去找到行动的方案这样子。那我自己一直觉得啦，其实我很佩服有人，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多功，这代表他需要被照顾了，是没错。就是我觉得他是个很在地的实践者，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个社会运动的倡议者。那可是我自己会，
可是我自己其实会比较倾向，当我们都看到这个制度有问题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人的时间跟能力还是有限嘛。那你让我讲完，你再讲两句就好。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可以承担，就是跟制度结构差不多这个部分。然后，可是那个在地的，在那个日常生活的时间，还是有人得承担。那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这两种不同的工作者其实要经常对话，我觉得那个政策跟制度差异才不会跟就是在地的日常需要是脱钩的这样子。我就从投保的就锁卡的议题啊，其实大港湾事件第476很多号函啊，就是台湾大概纵使是没有缴健保费的话，政府也不能锁卡。啊，那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大法官的解释啊。那其实如果说我要选总统的话哈，我会有一个政策叫做人不锁卡啊，人不锁卡。为什么啊？因为你们知不知道哪些人会被锁卡？跟我刚才讲的是有关系的。有健保，事实上解决了医疗的平等的问题，对不对？但是谁会被锁卡？没有钱人，谁会没有钱？失业嘛，对不对 ？OK， 失业会造成你没有钱嘛，对不对？啊，那你不知道一个失业劳工要缴的保费是多少钱吗？失业劳工你要被移到第六类，就是到乡公所、区公所去投保，749块嘛，749块等于一个薪水50600的人要缴的保费，你们觉得公不公平？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倡议说要用家户总所得来作为健保保费课征的一种方法。好，我今天下午才跟立方讲说，我一整个早上都在讲这个事情，讲到其实我现在脑袋有点乱，因为今天早上都要听讲个法定条文的问题哦。好，所以现在其实哦，几乎都很少有被锁卡。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Google 一篇文章，我就是让那篇文章是我写的，就讲说让健保锁卡走入历史。就应该在政策修改健保法啊，修改健保法的第37条，把这个修掉，就是说让健保永不锁卡，啊，这也是回归到我们原本的宪法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精神啊。好，那其实回答两个问题是有点扣合在一起啊。当劳工在这个结构里面，当譬如说你提到的很多的一些。制度的问题，劳工的无助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种制度叫做产业民主，你们听过？产业民主，民主有听过吗？对不对？好，下个月台湾的公民人民要执行一个民主的动作，对不对？好，就是投票嘛，对不对？好，执行一个民主，对，投票是一个政治民主的一个表现嘛，有没有问题？OK， 我们都可以选总统的，可以选立法委员的，他们还不够民主吗？可是产业不是基本上就是老板说了算，所以基本上是独裁制吧？没错。所以如果我们都有权利选总统，如果我们都有权利选立法委员的，我们就要时常提醒自己，不要回到家自己就变成是一个暴君。一样，回到工厂，我们都可以选总统的，回到工厂，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暴君。面对是一个完全决定这个事情的，所以产业民主的制度是什么？是在欧洲的国家，他们历经了两次的大战，他们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这是一种倡议嘛，我们也把这个制度倡议在台湾。好，任何形式的独裁都是可怕的，希特勒的独裁造成的毁灭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都是可怕的。一样，当企业独裁，当我们的企业主独裁，也是可怕的。所以欧洲他们不只是用工会的方式来解决团结权的问题，去挑战这个结构啊。譬如说，当我没有任何的那个，我只有采取集体的行动来改变，就好像今天南山人寿所采取的行动一样，好，去挑战之外，他们有另外一种制度是，有某些事情是必须跟我共同决定。啊，民主不应该停留在政治的民主，民主还包括什么样？
社会的民主，经济的民主，好，经济分配的果实，我们有没有权利去决定？我们通过怎样的方式去决做决定，共同去做决定？我觉得这部分其实是我们未来可以一起去追求的。好，那鼎新也好，啊，我也许可以循渐进的去做某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最近，啊，我另外一个角色，好，劳政，我们要推的一个法叫做吹哨者的保护。啊，希望通过吹哨者保护来改变某些台湾的黑心根深蒂固的那种黑心的文化。啊，那结构跟行动真的有很多时候啊是镶嵌在一起的啊。我只能用一个人他的，我还蛮喜欢他的比喻的啊，就是说，当你要改变一个事情，那个人叫 Yunus，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就是穷人银行家啊。他说有时候要改变一个事情，一个人他要学会两种技能。一种是像老鹰一样，好，老鹰一样会飞得很高，把所有的问题都面面俱到的看到所有的环节。但是当你要解决问题，你要衔千倍的虫，贴近问题，看到问题，然后去找到改变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好，当你被阻挡的时候，虫就会绕过，好，那老鹰就永远在空中盘旋，把所有问题都看到。那这两种能力其实都应该要学会，所以结构跟行动，有时候结构好像很难以撼动，要透过不断的，包括在地的或者是自主的一些行动，那你改变了一个结构了以后，当然慢慢的，譬如说了哈，譬如说你透过制度的去改变。让这个结构慢慢的调整，说实在的，它可能也会改变整个社会的这样的文化。哦，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例子啊，我有一次在国外开会的时候，你看制度它会形塑整个社会不一样的一个面向。两个人啊，比如说，其实我算是华人的啊，如果我不讲话，你应该看不出我是马来西亚人嘛，对不对？啊，因为我是华人嘛，啊 ，OK， 算是那种汉。所谓的汉人吧，因为我不管怎么认识，两个一个美国人跟一个加拿大人，你要用肉眼去分出他们的国籍吗？分得出来吗？啊，加拿大人在告诉我说，孙先生，我是加拿大人，他是美国人，我有全民健保，一箱一箱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一个好的制度，它会形塑的某些不一样的国民的认同跟国家的一个。图像，那我觉得结构，也许很多的，像我二十几年来协助主工会去协助的个案等等，然后透过这些行动累积的，然后去改变，比如说推动就业保险法，后来立法，让每一个人他在遭遇失业的这个风险的时候，不至于他的所得是完全丧失，而导致最后贫病交迫。好，那这些都是慢慢的累积，慢慢的在累积改变。好，那我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啊，不一定完全回答，不过我尝试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我们进行第二轮。啊，来一，小陈哈，我在弄我，对，来我们有没有女性，好不好？有没有？女性是吗？啊，跟男性你可以是生理男性、心理女性，哦，这没有问题的哦。还有谁？有没有？好，你可以。还有没有？来，别上来，我那边先来好了啊。来，各位参与者大家好，我是杨子波。我觉得台湾这个政权啊，他对整个人群的这个。实践还是有问题的。昨天是国际人权纪念日，那我们今天来办这个活动，用人权的标准来检视台湾这样的一个政权，它对整个行政权的执行啊，不符合国际标准。它整个法令的设计用阶级论啊来控制台湾社会，所以它整个法令、整个大法官解释啊。他用阶级概念来控制整个台湾，所以他怎么设计啊，他的整个法治的概念都是有问题的。
你看医生他是在救助人，结果医生变成被这个政权侵略的一个受害者，医生操到过劳死。医生是台湾社会里面精英分子，既然也是屈服于这个政权，所以可以看出台湾这个政权对人权这个标准是在国际上是大大的落差，所以整个台湾的法治水平啊是有问题的，连我们整个这个选举都没有选举的选举架，它怎么可能呈现民主的本质？台湾这个政权是讨论起来是问题重重啊，只是表象的民主，然后演绎出什么产业民主，这个都是错误的，这等于脱离国际的全球化的概念。台湾要等一下，我们现在是 comment， 那你刚刚是要问质疑有联的产业民主的说法吗？还是说，我觉得发展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在解套他的这个政权统治的正当性，这根本是错误的，他整个法治的概念完全错到离谱。失业的人缴的钱比那个正常的劳工的还多，这整个法治设计都是错误的，他等于在欺压更弱势的人。好，所以我们可能就要想说怎么样去改变嘛。好，我们先到这里好不好？好，来。好，各位老师，我等问题是咧请教，先请教孙先生。徛伫我伫即个台湾的土地的人，我到目前还纵容这一个蒋介石带来的 RO 习政府在经营台湾这块岛。从你刚刚的论述里面，我深深感受到说，哎，孙先生啊，以你也是一个外来人，台湾这块岛交给你组织一个政府来经营，你的意愿怎么样？那另外想要请教老师的，等一下，给你请你，但是我们要同意啊。我是个民主的国家，不然又回到你的独裁，对不对啊？哦，而且叶老师也不是你说的算。我想要请教老师的是，我在了解人类的群居的过程里面，我听过这样子的论述，当我路过了一个果园，我就可以信手摘下把它吃下。那我刚刚也看到你在台湾举的例子，哎，有这么好的地方，有菜可以摘下来煮一顿午餐吃，那我很深深的感触到说，当我玩这个军舰改造的过程中，我从中因为落居在台北，不要说千万要奉献出去，因为那也只不过是我意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嘛。但是我想要问的是，我在台北的这一个行政派出所辖区里面，我到哪里去摘到可以吃的菜，我自己来吃一顿午餐？我在台北的这样子的一个辖区里面，我在哪里可以摘到菜，我可以吃一顿午餐？好，我们先到这里哈、哦，来，还有一个，还有各位，各位，好、哦。刚刚老师有说，就是那个健保的问题，就是锁卡，就是我们不就是比较锁的比较少的人，他应该是要去付比较少的保费。可是如果当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的健保，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说自己交了保费，然后觉得自己付了钱自己是老大，然
然后他会去任意的浪费我们的健保，我们的医疗资源。那在这个方面，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就是去制止或是去改善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健保被某一些特定的比较自私的人拖垮之前，我们可以去改善它。那个，我们不是有来自于中国的朋友吗？最近健保的问题也跟你们有关，你要不要？有连你要不要顺便谈一下？哦，来。好，显然健保这个议题当然跟健康息息相关啊。健保这个制度，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医平等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啊。那大家都很关心，包括我刚才听到你们讲，比如说失业劳工的部分，唯一的解决方法，第一个嘛，真的就是就用家户重组的这个方式，用税收的，但几乎比较用接近税收的方式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很可惜啊，很可惜是所谓的二代健保改革并没有成功，啊，并没有成功啊。那现在我们还是维持这种把台湾人分为六类十五户，啊，六类十五户的方式。那这样的方式，当然每一个类目的人负担的这个比例就不一样。他又好死不死跟你弄了一个补充保费，啊，结果就搞得更加复杂一点啊。那当然这个要讲起来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啊。不过我能够解决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用家户重组的方式，啊，失业劳工他没有所得，当然他缴的保费可能就会大幅的下降。啊，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啊，我只要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失业劳工。单亲两个小孩，啊，努力的维持着健保的费用，因为他觉得健保是重要的，所以他一拿到失业保险的那个，他就缴了健保的费用。但是他的生活、他的房租、各项的支出还是存在的。他口袋里面只要450块，全家人都生病了，他有办法看医生吗？他用一个下午、一个早上时间走来走去，理性的决定了要不要看医生。为什么？因为这450块在台北市已经涨价了，现在挂号费很多都变150了，再加部分负担200块，所以450块只有两个人可以看医生。请问这样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社会的底层，这个问题就必须被解决。这就是我们所提的健康不平等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同样在健保的制度之下，有些人处在一个它是因为系统性而所产生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差异，那你只能够结构的，比如说去修改健保法，健保法去解决它，才有办法克服这个问题。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在座各位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想象，当这样的一个事情存在我们社会，而且很讽刺的，它跟豪宅秒杀的新闻并列，社会就无公平啦，哦，啊，咱就爱努力，看着我哩搞改变，哦。那你刚刚提到的问题其实很好啊，健保其实它是一个资源重分配的一种制度。然后在座各位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缴保费，好，我们都要缴保费。然后怎么透过一个风险分摊跟重分配的方式，让需要的人可以看医生。好，比如说，如果你今年缴了保费，你都没有去看医生，那你料理，你去料理嘛，对不对？啊，你不是完全损失，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风险，啊，这是我们卫福所一定会念到的，因为健保的概论，风险无所不在，随时会发生，往往发生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无法承受，所以要通过一个健保的制度，啊，全世界 OECD 的国家只有美国没有健保，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健保，所以我常开玩笑讲说，将来如果在座各位要去美国念书的话，记得把该拔的牙拔一拔。因为在美国拔一颗牙，在台湾可以拔一口牙，再帮你装假牙。OK， 好，好，那这就是健保制度，它本身透过社会的一种连带的方式来解决因为资源的匮乏而所产生的一种风险或者贫穷。好，我们避免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好，所以如何避免道德风险，有很多种制度的设计。啊，我们也没办法预测说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这样做，啊，那事实上从大数据去看的话，啊，健保开放也能去看的话，也只有那少数的人会利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医生，啊，这是很容易，你只要勾稽一下健保，啊，这个台湾很有趣哦，
我有次在健保局开会，他讲说，这是我们5000年最重要的资产跟资料。后面有人讲说400年啊，这史观不一样啊，这史观不一样啊。有人讲说是5000年最重要的一个，还有人讲说台湾那700年啊，和400年最重要的资料。但是无论如何，健保它的重要性在于说，每一个人都是健保的利害关系人，因为我们都有缴费，我们都有权利去关心健保资源的分配，一年多少钱？多少钱？6000亿，6000亿的健保资源都是我们缴的保费，每一分钱的分配都是我们可以关心，它的分配可以更加公平，可以更加的符合社会的需求，我觉得这部分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好，那至于说，今天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想说大家可以一起来关心，不只是这个议题，包括刚刚所举的很多的存在的健康，已经存在的健康不平等，而且持续在恶化当中的这些问题，其实可以不要以为有了健保问题就解决了，世界就美好了，而是说它很多的问题还是持续的，因为经济的、产业的、政策的、系统性的、权力分配的这些因素而导致的不平等，这些都慢慢的，比如说啊，工作贫穷越来越严重，啊，22K 的人越来越多，啊，这个整个环境的这个污染越可怕，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关心跟改变。啊，那这我就用想做的一个结论，好，那我支持终身大保，我100%支持终身大保。好，来，我们今天我们因为本来是到9点要结束嘛，然后我们现在就到这里先停。然后如果有人还会留在这里一下下，啊，所以你们如果欢迎有问题私底下不好意思公开问他，可以尽量去包围他，然后去找他，然后去问他。然后非常谢谢大家。那因为咖啡馆给我们钥匙，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待到2点啊，2至3点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还会继续留在这边，大家彼此讨论。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些职工准备一些吃的东西，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吃吃喝喝哈，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来。然后我们下个礼拜5见哦，好，谢谢大家。